你没事吧？不要再喝了。哪位啊？我实习生啊。你没看过妈的手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过他的手，就会知道做人不可以这个样子。应该是我要赢的，应该是我赢的。你也知道处事的手很重要吧？废了，我就不能扎你了。真是的。啊，哪句干呢？老板，嗨，请问你这里有没有医药箱？哦，有，谢谢。这几年，你是不是发生很多事啊？这是哪里？三河街啊，在这边干啊？你不是跟我说你家在这？该不会是14楼吧？嗯，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对啊。他结婚有小孩了。对不起，来，你回家。倩兰阿姨，是不是你摸我的脚？摸我的脚，还背我，背我的脚还摸我。你在说什么？心虚不敢看我。哪有啊？哦，我认出你了，你是那个讨人厌的实习生。不是，我是。啊！你给我离开，不准到这里来。不是、啊。你听我说啊，不行，那我住这里啦。既然跟要嫁人，你好，我是实习生。好你个实习生啊，你凭什么评断我的料理？宝珠姐，可以帮我拿一下桌子上的衬衫吗？宝珠姐，干嘛？没看过女人啊？站在这边发呆，听到我讲话，不会帮我拿一下？对不起，我在这里你不介意啊？就是因为在这里我才不介意。你在这里有什么事吗？没有啊，你的手不关你的事，你管好你自己就好。他真的是之前那个天真可爱、眼睛会闪闪发亮的杜凯奇吗？
才不是、欸。好，谢谢。小易，不可以这样玩水，滑倒怎么办？坐好，不要着凉，你等我一下。晚安，你的。时候啊，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就已经会自己吹头发了，洗澡也是，你都要学的，知道吗？有谁呀、啊？你的吹风机太旧了，一吹就过热，小朋友耳朵都被你吹红了。痛怎么不说？对不起。来，我来帮你吹。可以、嗯，可以。会不会太烫？不会。不会哈、啊。嘿，大功告成！哇，你们小朋友也是个大帅哥。你可以到幼儿班上课，恭喜你。再见。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有时候一个人还是会需要另外一个人陪的时候，大家互相帮助，生活比较轻松一点。你不要以为帮我这点小忙，你就可以说这个说那个。这衣服也太小了。你干嘛、啊？你昨天看我一次，我今天看一次，很公平吧？你疯了、啊？这哪有什么公不公？害羞什么？你也没什么特别的、啊。大男人的在路边换就好了，遮什么遮啊？你以为我爱看才会在那边跟你瞎哈拉吗？整个晚上没有睡觉，凯奇，凯奇在的地方就是亮的，只要找到凯奇就好了，有他在就没事了。昨天晚上我敲了你的门，然后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把我绑起来？因为你是变态。没什么不礼貌的，但是我是变态。你不要跟我玩文字游戏！
有哎。凯奇，我昨天晚上在你庙做什么吧？没有啦，赶快回你家！阿姨，我肚子饿了。嗯，太好了，阿姨也肚子饿，走吧。我。小姨，我们走吧。这样变态啊！不要！阿姨，阿姨，干嘛啦？小姨，儿童不宜，你走了。好，阿姨叔叔昨天晚上也这样哎。看我干嘛？你变态啊！哦天啊！凯西，好黑啊！啊！你干嘛？变态，你给我起来！好黑，好黑。这怎么湿湿的？没事啊，你每次都来帮我，你是啊，哪个你啊？哎，搞清楚对象好不好？你放开我！你不放开我，怎么帮你啊？你终于出现了，终于出现了，啊？终于出现了！见鬼了！不是要我敞开心胸，感受别人的关心吗？半夜闯入别人家里，泼在别人身上，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你的方法吗？啊！哎！等叔叔睡着，阿姨就把叔叔绑起来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？有时间在这边胡搞瞎搞，倒不回去练习。既然都来了，就进去看看吧。不同的地方，说不定会有不同的灵感。凯奇，干嘛？昨天有个男的跟你还有小易在停车场。那个男人是谁？干嘛在这个时候问那无聊人的事啊？让我很烦。所以那个人让你觉得很烦？你也让我很烦。不会吧？所以那个人……问那么多干嘛？你是三姑还是六姑？凯西，快看一下，快快快快快！小黄瓜。嗯，小黄瓜，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看过小黄瓜。不是啊，你看这个小黄瓜再搭配这朵小黄花，你不觉得特别的？特别怎么样？特别雄壮威武。雄壮威武。顶天立地好了。你刚才不是说换一个环境，也许会有不同的灵感？对啊。但你现在在这边胡说八道，我真是傻子哎！干嘛在那边跟你浪费时间啊我？顶天立地是在干嘛？你是有被害妄想症是不是？走开了。你
哪有这么大喇喇的女生啊？凯琪，你的。好手，我在换衣服。施医生，给我站起来！怎么了？这没大没小的东西，你想对我们凯琪做什么？捡东西啊！捡东西！你捡东西一定要在更衣室的前面捡，捡东西一定要露出这么猥亵的表情。猥亵？就是猥亵！现在给我装出小鹿斑比的样子！你发什么神经了？你当我没捡过东西啊？你不要看，你自己都看完了，还叫我不要看，那都不要看。看屁呀！两人都给我滚出去啊！哦，对不起。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，真的什么都没看到。好你个实习生，你还来啊？吵什么吵啊！你们两个。凯琪，你的卡片都几岁了，还在集漫画店的几点卡、啊？关你屁事啊！厨房集合了。喂！你试试看。干嘛？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比赛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少了点什么？本来是想加蜂蜜。比赛的事，不要想了，睡吧。让我来吧。再不想走，我生气了。你到底期望我什么？把我变成大家喜欢的样子吗？大家喜欢了又怎么样？我没有想要你变成大家喜欢的样子，我只是觉得你要一个人可以是快乐的一个人，享受的一个人，不要让我看到你这么压抑的过日子。我没有压抑啊。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要管我这么多？凯琪，我就知道是你。来，这样，小心。小心，没事，我在这里。来。
阿奇。晚上阿姐还特别去我两妹那边接你，接什么东西啊？所以你们真的在一起啊？什么东西？你干什么啊你？林宝珠，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叫我们在一起了？跟他这种怕黑娘娘腔、啰嗦又爱假好心的实习生。跟他在一起有什么好的、啊？值得我为他放弃一个人生活吗？我有说错吗？觉得我错，反驳我啊！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！怎么这样啊？对不起，让大家担心了。试着相信我，把手伸给我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不要总是一个人。够了没啊？你一直这样出现，笑我怎么样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还好吗？扶你起来好了。没关系，没事没事，没事，我扶你起来好了。嗯，不用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哦。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我一定还你。杜凯奇，你要什么事情都给我算那么清楚，是不是？真是的。我可以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吗？什么？就是啊，怕黑很丢脸吗？一点咯。怎么觉得你的一点咯好像还蛮大一点的？
来就没事了。啊？你每次都会帮我。上次那个你说什么？没事。周凯奇，小心这里石头很滑。行，牵我的手。哎，好了啦，这里又不滑。你不要把我当做你那个想照顾又照顾不到的女生，好不好？真是个傻瓜。什么啦？他的事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好啊，那你就继续放心里吧。对嘛，笨蛋啊，左边啊，左边，左边啊，哪一只啊？那一只，胸毛碰碰的那一只，看到没有？左边那一只，往前走就对了嘛，问那么多，坐，快快快，抓起来呀、啊！你慢吞吞怎么抓得到呢？哎呦，只会跑不会抓，手要伸。挖掘食材是我的兴趣，因为好的食材可以诱发创作的灵感。我也这么认为，没有亲自体验过是无法成为好的厨师。躺椅也太夸张了吧！你刚刚那个想哭才夸张吧？哎，是你自己先说什么？暖暖的，满满的。哎，我说什么你就要说什么，是不是？奇怪。奇怪，你可以说的不能说吗？是应声虫，是不是？奇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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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跟叔叔是男女朋友吗？小易，不要乱讲。小易，来吃鸭肉，吃鸭肉。不要一直笑，我跟叔叔真的是最普通、最普通、最最最普通的朋友，知道吗？我真的只是把凯奇当朋友吗？一直都是这家伙在对我好，我却没有发现他的不安。这个比赛一定要参加吗？我有话要跟实习生说。实习生入选明日之星的比赛，不是了不起。恭喜你，不简单哦。他从小就见不得小少爷好，难道要对他做什么？阿姐，小姐，不能这样子。阿姐，我要叫人哦。阿姐，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钥匙。阿姐，看我，你醒醒。没事。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，要让凯奇消气就靠你啊。处理卖相不好的海鲜，可以把它熬成浓汤，把所有精华
都锁在里面。Nice。一个月，哥，不要在凯西面前谈这个，只要记得遵守约定就好。说过有来有往的，你不要担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可以相信我。没关系啊，就跟着我吧。为什么王子会找公主跳舞？为什么？因为王子他旁边的人不聊，他有一点鸡婆。鸡婆？好，在你把这句话吞回去之前，我是不会原谅你。在跳什么？哎，你干嘛？尊师重道。不要闹了。
肾上腺药用好了没？等一下跟海清饭一起出来。快好了。干嘛？你的嘴角沾到番红花的粉。不是，这是左边。过去一点。另外一边呢？这是右边呐。哪边？下面一点。在下面一点。下来，再下来。开呀！哎，这是我的。什么？工作哎。你的工作是要把生菜沙拉赶快做好。喂，陆凯奇。这首歌送给一直心情不好的杜凯奇。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，为你失去理智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。右眼神，再一秒。哎。还蛮可爱的。哎，少强，用子啊！少强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。就叫我叫啊！为你，我学会的写诗，为你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傅子杰，我是一个孤单的小男孩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保姆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。大家好，我叫杜凯奇。大家不要看我现在笑眯眯的，将来我长大有一副无敌臭脸。对了，就是这种臭脸。其实我不是凶，我只是讨厌跟人家解释。讨厌被看清，讨厌被同情，自尊像天一样高，所以经常被误会。被误会有什么关系啊？努力解开就好了。钥匙解不开呢？试都没有试过，你怎么会知道？而且怕什么丢脸啊？这本来就是伤害别人应该付出的一点代价啊。是说，杜凯奇长大之后，脸怎么变得这么臭啊？关你屁事啊！我脸本来就这么臭，我生下来就这么臭，怎么样？你不要给我跑！救命啊！你给我站住哦！你给我站住哦！你啊！雄鸡、伏鸡、三头鸡、二头、三头、四头鸡，鸡鸡鸡鸡鸡鸡，再算也要用力。跟着小易动次动，跟着小易动次动，跟着阿杰动次动，跟着阿杰动次动，阿杰动动次动，阿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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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次动，来一起来，
雄鸡，不鸡三头鸡，二头三头四头鸡，鸡鸡鸡鸡鸡鸡，再转也要用力，跟着阿杰动手，跟着阿杰动手。不要这个样子，杜凯奇，凯奇，其实你不知道，你就是那个女孩。如果今天我跟你坦白我的心意，你会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跟我在一起吗？你去拿大志的东西。凯奇去哪？哦，乐勋的哥哥说有话跟他讲，叫我跟你一起去。哈？不走吗？到底要跟我说什么？难道是？没错。在你身边团团转，凯奇啊，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使唤的吗？这样你开心了吗？我哪有使唤你啊？没有的话，请你借过。反正我时候到了，该走了，行不行？Thank you.
把钥匙给我，然后就出去了。去哪里啊？他说要去看夜景。看夜景？嗯。我要没有时间了。本来想在今天好好跟你说清楚。兔子姐，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气球不用钱啊？你不遵守约定。什么约定？说好一起去帮大志拿东西，却跟陈浩威走了。我不是叫宝珠姐去了吗？你先答应我的。拿东西这是小事吧？你先答应我的。你答应我会出现的，就应该出现了。你到底在撸什么？宝珠姐不是已经去……你先答应我的事，你就应该做到。说我偷偷谈恋爱，你才是吧？偷偷的就和好，偷偷的开始约会，他一来你就笑，一通电话你就走。上一秒答应我的事情，下一秒就忘了，在你心里。算什么？你到底在讲什么？那我的努力到底算什么？不是你叫我努力去解开误会，不是你叫我去跟人家道歉，不是你跟我说做人就是要有来有往，这些不都是你说的吗？我努力去做，你却在那边给我发神经。没错，都是我说的。是我叫你敞开心胸，是我叫你解开误会，是我发了神经叫你去找他。我还有更神经的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也，凯琪，昨天晚上的事。昨天怎样？你七夕再怎么找不到人，也不应该随便找人开这种玩笑。我都替你心里想照顾的那女生感到悲哀。你这个没节操的男人啊！哎，不喊你吃炮了！我就是要喷你，怎么样？都吃炮了，喷什么？你不要跑啊！还他妈上班呢、啊！你要怎么不要跑？
凯西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说什么？走开啊！你不要过来哦！那你这一整天那么奇怪，是不是因为在意我啊？谁在意你啊？凯西。杜凯西，把我嘴巴咬破的地方，哎，谁咬你啊？还不都是你？对，都是你发现的。哇，这里风景更好。干嘛？你在想什么奇怪的事情？我警告你哦，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就告诉你，你心里想照顾的那女生。我一定跟他告状。一说就变怪，真的那么在意那个女生？他干嘛还亲我？那个女生。真的，怎样？那个女生漂亮是很漂亮，对工作也很有热情，对家人也很好，就是脑袋不太灵光，一棵树长歪了就一直歪下去，一件事情想错了就一直错下去。不知道自己喜欢他什么，个性不太好，难相处又难亲近的，笑起来是很好看，不过不太像。既然这么嫌弃人家，就不要喜欢人家啊！干嘛跟我讲那么多啊？因为他不知道我喜欢他。自以为单恋是一种美吧？这段是有多远啊？开门就还没到。头发乱了，关你屁事啊！对了，我忘了说，那个女生很喜欢说“屁”这个字，动不动就关你屁事啊，关你屁事的说不停。我都觉得要心胸非常宽大的人才可以喜欢她。等一下啊，结果结果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杜凯西，反正我就是难相处嘛，你不用委屈你自己。
道你来啦。你一直逃跑是因为爱面子还是因为讨厌我？看来是讨厌我。虽然你脾气差，又难相处，但重点是，我喜欢你。你到底跳哪里去了？调皮，我总说因为你太淘气，所以我们相知相惜，相遇然后相爱，最后伤心尽，决定我爱你，着急而死，但我很确定条神经总为你传递，来来来电视每个讯息，命中注定，注定我爱你，我就喜欢在张牙剧情，每个场景开启，怎么了？我警告你哦，绝对不能让大家发现我们的关系。为什么？我不喜欢被看热闹啦，反正小心一点。放心啦，我也很小心，绝对不会被大家发现的。最好是离我远一点。你要相信我啊。在一起啊，没眼泪啦，没眼泪啊。这里为什么都没有人啊？你说呢？姐，我难得比赛入围，以后要是交女朋友的话，我可以送给她当定情物啊。
不想睡，一个人会怕黑，现实里有几个傻瓜跟我一样疲惫，失眠、哎、阿姐妹妹从来不喝咖啡，失恋思念随着夜色蔓延，闭上眼就是你的笑脸，会把幸福是否可以重演，打开看看，送给我心目中最漂亮厨艺最好的厨娘。总说与你有太靠近，所以我们哎，等一下，这样你会死掉。相遇然后相爱，最后相信基因决定，决定我爱你，早即而行，但我很确定每个场景。在干嘛？没有啊，我刚刚太主动了，我没有，没事。嚯，潘信，你的脸上怎么了？啊，不要动！干嘛、啊？我来。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？之前被王大志抢走，我怄到现在。傅子杰，你真的是很无聊又加幼稚。你不懂，这是男人的尊严问题。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？你不要笑。你这样超像笨。不要笑哦。为什么不能笑？你不要笑啊！不然你亲回来。嗯？你不要以为我不敢哦。亲我、啊。走开啊！杜凯奇，你的竞争心呢？啊？你给我记住，下次啊！快点亲回来啊！我不要，你走开！我要是父子杰。像不像你？一直笑眯眯的，不知道在笑什么。啊，我找到杜凯奇了，你们看那只，看起来凶巴巴的那只。
我哪有凶啊？干嘛？我觉得你比鲨鱼还可怕哎！这里的鱼被你这样盯着，应该整夜都睡不着了吧？那我盯着你看就好啦。好啊，那你要红烧还是要清蒸？我觉得现在这个样子超棒的。我也这样觉得。如果可以一直这个样子，那就好。为什么调皮？我总说因为你太淘气，所以我们相知相惜。相遇然后相爱，最后相信命中注定，注定我爱你，我就喜欢老掉牙剧情。小心。我很好，不用扶了。不是叫你离我远一点吗？啊！送你回去。神经啊！你好好笑。你怎么会以为我还会让你送回家？啊？你说他是不是好好笑？走开！不要管我！走开！我是那么的相信你，你说的每一句话。你带给我的温暖，我那么的相信你，结果呢？喜欢小姨，阿姨绝对会照顾你一辈子。阿姨会活得很健康，活得很开心。阿姨绝对不会变成那种半途就离开的人。
如果你打到的话，我就给你力量，怎么样？来吧，教我怎么打。还要人家教啊？当然要啊，是你带我来的地方的。脚快点，欢迎你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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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算打到了吧？对吧，姐？你说我刚刚打中几个？好吧，那就额头、鼻子、下巴。嗯，打这么多颗才额头、鼻子、下巴，当然要。哎，什么？凯琪，给我力量。你哥哥他一定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。怎么面对我周遭的人？我要怎么面对我的工作？我要怎么面对我将来的生活？凯琪，你不要说了，都不要说了。昨天对不起，我真的太凶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思考。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？我跪下来跟你们道歉都不够了，干嘛跟我说对不起？好了，凯琪。我想要时间回到那一天，在他们出现之前，把你哥带回餐厅。在他们绑走你哥的时候，可以用力的阻止他们。伤害你的人，然后保护他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但我最希望的是，时间可以回到我出生的那一天，不要让我做动情时的女儿。真的不想做他的女儿。那一天，你送我的项链掉了，我原本都不知道，但是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一切早就注定好了。凯琪，谢谢你。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开心，可以让我从喜欢一个人变成喜欢上一个人。凯琪，对不起，你知道你很孤单，但我没有办法再陪你了。也是起点，当你点亮心头的微
叔。小易啊，我想你啊。想叔叔，随时可以来找叔叔啊。我不知道怎么找叔叔，阿姨跟外婆带我回乡下了。回乡下？是啊。小易，告诉叔叔你现在地址。我不知道耶。小易，帮叔叔一个忙好不好？好。拿着阿姨的手机到门口去，你会看到一个门牌号码，然后把它拍下来传给叔叔。嗯。开车，开车。你来这里干嘛？来看你啊。嗯，声音。要不要穿随便你。凯西，怎么连说句话的时间都不给啊？没事吧？最少让我保持现在这样。你去那里躲雨。啊！怎么了？你等一下，我的隐形眼镜掉了。现在找到也不能用了。既然看不到，就相信我，把手交给我吧。相信我会在关键的时候伸手，你需要的话，我随时都在。笑什么？
这样才是实习生呀。穿这个才像二楚的样子。找死！2014年最新埃及风实习生制服。我这就去试穿。阿娇，这样子，我很开心啊。啊，好饱啊！过了今天之后。就不要再这样了，好不好？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把我当成在路上看到会打招呼的普通朋友，什么保姆的女儿、餐厅二厨，这些全都忘了吧。我不要。女人再苦又怎么样？我应该有开心的权利吧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，想怎样就怎样。想见你，我就会来见你；想靠近你，我就会靠近你。你不是一个可以自私的人。对别人好是你的天性，一旦是你对不起别人，你就特别有压力。阿姐，我不同意，不然我们来比赛。如果我赢了，你以后就不准再说什么明天开始全都忘掉了这种话。好啊，比什么？比腕力。准备开始吧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扑克脸。杜凯奇，你这超卑鄙的你！好，那你敢不敢玩狠一点的？我的样子看起来像在发抖吗？游戏规则只有一个，谁的剩下最短，谁就赢了。简单。嗯。不是用手吗？嗯。谁怕谁？来就来啊！怎么样，胖了吧？
是你还没有看过我的实力。你输了。哎，没了。这还是比赛的最高境界。耶，我赢了。哎，你耶。你可以摸摸我的头，然后跟我说我做得很好，可以吗？因为从小到大，我都没有撒过娇。一直想着，如果有一天我喜欢的人可以对我这样就好了。你做得很好，很感激。你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麻烦两位先移驾到客房，我们来帮您把衣服烘干。没关系啊，不用了。没关系。明天就要第一轮比赛了，我还不知道阿姐喜欢吃什么。我要烘干。啊？他也要。麻烦两位，我们这边请。要不要？是吗？跟我玩游戏。玩游戏？嗯。哈哈哈！来追我啊！追到我，那就是你的哦。你说的。哈哈哈！追不到，追不到。哈哈哈！不要跑，不要跑。快问快答，一人一题轮流，不能思考，立刻回答。可以玩别的游戏吗？不行。好，来吧。好，我先。蔬菜、肉。不能思考，答。肉，换我。电影、交友。你不问我喜欢吃什么吗？不能思考。交友，红肉白肉。红肉，海边，山上。海边，中餐西餐。中餐，温暖男生，还是霸道男生？哎，是你自己说不能思考。嗯，暖男，硬的食物，软的食物。软的食物。父子节，实习生，杜凯奇，快一点，这一题不难吧？父子节，还是实习生？我不玩。哎，你确定？明天就要比赛了，看来你对我喜欢吃什么东西好像还毫无头绪。谁说我毫无头绪？喂，你好，我想要点餐。嗯，一个 cheese 野菇炖饭，焗烤菠菜 ，cheese 猪排，牛肉切达墨西哥饼。对了，再给我们一个纽约 cheese 蛋糕。好，谢谢。不错嘛，有做功课。
来，试试看这个。不喜欢这个、啊、没有了，很呕哎、欸。啊？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，喜欢吃什么，什么时候最开心，什么电影又让你最感动，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情又是什么？这些我都不知道，我们就分开了。至少给我机会了解你啊！你的衣服，你先去换吧。我最喜欢吃的是路边小吃，没有时间看电影。所以不知道什么电影最感动。最开心的是有人喜欢我的料理。人生中最难忘的事，跟你哥哥一起被绑架，还有我只说一次，傅子杰，实习生，我都喜欢。下去一直忍耐着我的坏脾气，谢谢你一直在身旁陪伴着我，谢谢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，谢谢你人这么好，还长得这么帅。傅子杰，我喜欢你，可以跟我在一起吗？大智小叔萧强，帮我把这箱子立起来。杜凯奇，你明明知道我比你喜欢我还要喜欢你。进下去公开告白这种事，就让我来做吧。这都什么时代了？多吃一点吧，下次记得提醒我。
做梦吧你！这里有一只寄居蟹哦，阿姨好棒哦！我。